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riple Star，我是关公。哎，错了吧？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riple Star，我是英学。今天呢，我要拍熔岩海生存。之前我拍过漂浮岛一 P 二，但是没有传不上去，所以就拍新的生存。虽然那个可能我还会继续拍下去，不过要过一段时间。好，我们进入地图。为什么我是史蒂夫？算了，剧情与规则，重生主呀，不要放，不要放，就放。这股什么是这样子？好，可以。剧情我叫做史蒂夫，的确是史蒂夫本来是住在山脚下的，结果有一天火山爆发，喷出大量熔岩，把地面都淹没了。于是我跟我的同伴逃到了山上来。规则不能作弊，就这样，好吧。这个要关掉。他们能换什么？绿宝石。好，让我们开始生存吧。等下我先，想，这是什么？小麦，好，很好。食物来源也有了，一开始这么好。对了，等下我忘记把声音开了。听不到 ，BGM 调轻一点。很好，然后呢？现在我们先开始吧，先看一下地形。多岩浆了，先从树木开始，雷打不动的规则和规矩。大家有些人推荐给我新的，那个拍摄的很好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我用了那个拍了漂漂岛的人传不上去啊，哭哭，我不是这么说你不好喽，是下次你应该注意点哦，可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应该是我电脑问题吧。等换新电脑可能会成功。BGM 太响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算了，等调新就好了。好了，应该轻一点吧。咚咚咚咚咚，这个声音调在这么多，这是花鼠跑掉了。好，诶。大家，我家住的时候，由于我家住火车附近，所以说有点吵，抱歉喽。大家如果也是还有一些那个容易拍一点的那种东东，可以留下下面评论发给我。大家，我们那里有树苗，这什么树的？我都没注意到。给多橡木橡树啊，就是这么大，看看，雪地还有没有狗狗？有牛牛，牛牛。先做石，这工具台了。哦，居然是史蒂夫，回去放。我打算跟村民一起住。狗狗，树苗树苗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放在这里。先做一个，稿子。什么事都要从木头和石头开始，没有木头就没有思考。哇哇哇哇！会不会太大声了？是不是挖错了？挖错了！但这不是我家下方吧？很好，离我家很远。天气如何？太阳还在下方。我会把材质包和地图网址放在上方。石头，我有石头了，有石头了，有石头了，
好，哎，那个，啊，是不是有些东西没调？一朵，一朵，一朵，一朵。好了，这样。对了，把云关掉，把云关掉了吗？云云云云云，开启。哇，那个了，关掉了。偷那个的，干什么？哦，哇哇哇哇哇！大家，这个石头要挖多一点，在晚上到林之前早点完成。以后我因为这个只能拍15分钟，所以说我以后也只会拍15分钟，一批一，一批，一个一批。要小心，哎，我不小心把那个影片的东东移动了。好，开始挖。大家，我们这里其实还有几个新成员的主播我还没介绍到，因为我们有时差，我是在外国，这点就够了吧，不会生怪吧。先为了确认的这里放一个，以防生怪。一朵一朵一朵，是不是多一点呀？哎哎哎，一朵，这样不会这么在洞里面生怪，这样可不好玩了，不好玩。先做十字道具吧，我也会把 BGM 放在下头方。还有石膏，还有石剑，先去找羊。对了，先卷，这是狼牙棒吗？狼牙棒去打羊，将羊纳命来，这样是和平吗？算了，等会儿跳，我不要遇到怪怪。嘿嘿嘿嘿，我很狡猾。那是羊吗？养羊纳命来。哦，狙了，狙了，狙了。哎，那也是一只羊哦。今天我，哎嘿，羊羊，你不要自尝喜怒啊啊！那个，从那个的岩浆啊，耶啊！为什么会这么那个？啊，到底又忘掉什么了？这么那个？等大家，我去先删点东西，我先暂停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回来了，我去关了一些网页。好，把 BGM 开起来。哎，好，勾勾吧。我们已经有羊的东，有羊，有羊就有床，有床就不用怕怪怪。OK， 普通和平简单吧。我不要可太恐怖了，嘿嘿嘿嘿嘿，好狡猾的阴雪。好，砍到木头里，先奔回去。木头不一样吗？这几个，看看，一样啊。大家如果有谁玩过这个地图，知道什么的话，可以发给我，可以在下面方留言告诉我。先去造家，造家，是这个方向吧？对。为什么我要跟村民住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大家，我先暂停一下，有人叫我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又回来了。刚刚就是我家人叫我了，所以就不得了，就去暂停了，哈哈。可可，停停停停，我要把村民跟我一起住吗？这样是浪费木材，不要帮他建大。不要不要，他们就待在那里。嘿嘿嘿，先去挖点泥土，把这里弄平。嘿嘿嘿嘿。
可以可以。可以涂泥土泥土，挖平挖平了。泥土泥土泥土，给我泥土。好，现在去把泥土放好。嘟嘟嘟嘟嘟。哎，干嘛？这样子，哎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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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，先做出窗来。万恶的晚上来临，可就不好了。先把床放好，好恐怖的床，耶，睡觉了，嘿，嘿嘿，在还没有生怪之前睡觉，没有生怪吧，没有怪物，很好，肯定没有怪物。游戏，哎，咦，滑鼠老是跑掉，讨厌，坏蛋，木头。太小了，不要。先随便找个角吧。黑多，好好。我去砍点木头子，不黑狗的这样子。这么快就肚子饿了？那你要干嘛？先做点面包，面包，先把这里书放好。好好好，大家如果知道食物能补多少的话，也告诉我。哎呀，吵死了，火车！想干嘛你？哎，火蚁。好，要干嘛的？疼死了！虽然我知道也会建这么高的啦。嗷嗷，想干嘛？虽然是我自己摔的。嘿嘿嘿。然后呢？这里玩。然后呢，这里挖掉。蹲蹲蹲蹲蹲。不是这样子嘞。好，挖掉。挖掉。挖掉。挖掉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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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外面捡木头去。对了，还要走得顺一点，去挖点泥土，泥土，泥土，给我泥土。我需要泥土，给我泥土。给我这雪球干嘛？我有必要。哎，泥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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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